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只哈达。哈达，他曾经上到去 3.05， 最后呢就被打下来，一度呢就跌到差不多 2.75 左右。星期五收盘价是 2.76，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指示线呢已经往上移了。现在呢它的股价呢就是跟这个蓝色线是一样的， 2.76 蓝色线， 2.74 是这个紫色线，整体上呢它是处于上升趋势，而且是处于一个上升趋势的回调。我之前的视频呢就说看一下有没有机会买在 2.70， 或者是说买在 2.30， 这个更加便宜的价钱。这个现在很显然呢它没有回到 2.70， 也当然跟面家是没有回到 2.30， 但是并不说这个时候是适合去回调买上涨，因为它的业绩这个月未公布，它上个 quarter 的业绩是好的，所以呢就它的股它的这个股价呢就从这边就飙上去呀。现在呢它新的业绩就出来了，个人认为呢他大家对他期望是很高的，而且这个价钱 2.80 到 3.0 这个价钱，这个价位我个人认为呢这个已经是还原了他现在的价值，也就是说已经还原了他开始赚钱的这个价值。也就是说如果他公布的业绩不如预期的话，没有比上一个quarter公布的更加好，它很大机会呢就会回来回调，所以要追的话呢大家就看清楚来吧。我个人认为呢最好呢还是等到它业绩公布之后再看一下怎么样。个人认为呢它业绩应该也是赚钱，但是会不会比上个quarter赚更厉害呢，这个我不知道，这个我有点保留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只有等待确认之后再看怎么样。所以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去跌，最好是等到它业绩公布之后再打算，除非你自己有内幕消息啊，这个又是另外一回事。这些东西呢我都有在我的这个 watch 小组里面分享，我也是有分享它的这个估值，四大天王我都有估值。如果你也是有兴趣免费的加入我的这个 watch 小组，可以用你的手机号码注册这个某某马来西亚，再填谷歌 form，你就有机会免费的加入我的 WhatsApp 小组，而且呢你是有免费的使用这个筹码主力线。这个某某马来西亚呢在三月的时候应该就会开始可以交易，那时候呢免费注册呢的这个优惠呢就没有了，所以如果你想免费注册免费加入我的 WhatsApp 小组，尽量的现在就注册吧，不然三月开始之后就要开始收费。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，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，你的钱你自己做主，谢谢大家。